推进活动来获取 Free 和新 U 瓦卡，先使遗产魔爱石像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。那今天要来刷三妹了。那这一次是以传送门的形式，所以我们只要打路人，还有阶级决斗，会有这个黄金太空梭。那收集一定的太空梭，就可以传送门挑战我们的三妹哦。那这一次在9月1号的下午1点之后，场景二完成就可以拿到角色了哈，终于可以解锁角色，太棒了。那这一次他有这个王牌卡片哦，这个先使遗产亚特兰巨人，我们拿到会玩给大家看。那没有意外应该是会有这个动画，然后72万分跟230万分都可以拿到卡套和卡垫。那这一次因为三妹是副科嘛哦，所以新增了一张先使遗产魔爱石像哦。那这一些先使遗产的系列的卡片呢，在下一次这个小包出来哦，都会获得强化，所以到时候我们应该会搭配这个三妹的奖励来玩给大家看哦。那其实我原本今天要来介绍的有两套牌哦，但是其中一套也是这个 Durin's Meta 推荐的、哦，就是我们的这个魔导女孩哦。但是我刚刷了，我觉得很不稳哦，除非大家技能可能改一下哦，改成什么地抽啊，什么水抽之类的。但是我自己玩，我就觉得不太稳。不太稳，还是有机会翻哦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只介绍这个尤贝尔哦。我用尤贝尔刷，我觉得还是比较稳一点。那这一套尤贝尔的刷法会比较特别一点哦，因为以往都是放骑士跟魔龙都是各两张哦。那今天这一次它是最后才叫魔龙，然后魔龙叫出来之后，然后再。没有，是先跳合成龙，我先跳合成龙之后，然后再跳魔龙，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，所以差不多就是这样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打打看吧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开打。好，哦，来，那这个骑手很棒哎，我们直接就不用担心没有上手尤贝尔哦。好，那我这边把这张洗回去哦，因为我等一下才可以从牌组跳出来。モンスターを防ぐ。我用狩夜叉，其实我可以直接炸。セフだから。フィールド魔法。フィールド魔法。可以直接炸。好，就把场上的夜叉炸掉。OK。然后炸我们手上的尤贝尔。好，特招骑士。ユベル。OK。来结束回合，那就可以直接等收尾啦。哦，他这个降攻而已哦，不用怕。好，雷森林女巫结束，我们就是这边就一只绿牌啦。来抓这个空气循环机哦。空气循环机其实蛮适合拿来刷分的，因为你只要把阎王兽夜叉洗回去，你就可以开场地继续炸了。然后空气循环机被破坏还可以再抽一张哦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好，来德隆，死亡魔术箱，那是最后收尾要用的。来返回 OK，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阎王的孤岛。好，把场上这一只炸掉，抽一张，然后再抽一张。
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だよ。 OK 狂抽来结束回合。这样就算快了。オーパーツクリスタルボーン現れろ。ソルモノリスの効果発動。オーバーレイ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。現れろ。哎呦。哦。アトランタルの効果発動。巨人登场。我刚刚来不及看动画，不小心跳过了，所以我还没有看过动画。有点可惜哦。好，红巨循环机效果，返回这两张吧。OK， 哎、欸，就抽到行星探测车是怎样 ？Field 魔法发动だよ。OK， 那我们把这个空气循环机炸掉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空气循环机。Monster 効果発動だよ。应该还有吧？对，还有一张哦。好。结束。我们这边丢，哎、欸，这一张是闪卡，丢这一张。ドロー。僕はフィールド魔法。オーパーツシティバビロン。オーパーツターン。好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哦。空气循环机又来了，就可以继续的绿牌哦。我们就一直把阎王兽给洗回去哦，哎，又抽到了。好，炸掉，抽上来，再抽一张 ，OK。好，这边结束。那我们这边就等收尾啦，再抽两张，再抽两张就可以收尾了。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但不确定他会不会最后会不会再叫怪啊？应该是会吧。那我们就直接结束吧。好。僕のターン。ドロー。僕はフィールド魔法。オーパーツシティバビロンのオーパーツネブラ。他的场地是会一直把怪拉起来哦，所以我们不太需要担心说他场上没有怪啊。哦，因为我们最后就是要先把合成龙送过去哦，那我们就丢。好。好像攻击力就10200哦，然后死亡魔术箱送过去，这两张应该都可以破坏吧？我直接炸这一张，好，送你。OK， 然后最后我们再开阎王的孤岛，那这样他就会自爆了啊，我们就直接跳第三阶段，极度悲伤的魔龙。直接登场，好，我们最后就打过去就行了。OK， 那这一套我觉得真的是比较稳一点了，而且我们生命还是4000呢，完全没有扣血。好，那这一套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应该就是黑森林女巫跟三眼怪吧，因为有一些新手是没有这两张哦，所以你们可能只能放一些绿牌的卡片跟保护自己的卡片哦。好 ,7800, 好，那这个各位就可能多塞一点亮面卡哦，多塞一点亮面卡、哦、那应该是8000就没有什么问题哦。好，那另外一套这个魔刀女孩我们刚刚有展示给大家看哦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可以也可以用那套说说看啦、啊、但我觉得不太稳，我自己刷了我觉得不太稳哦，所以我今天就没有推荐哦，但是这个也是这个 Durin's Meta 推荐的、哦、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啦、啊、那或者是如果有更好的这个刷分的牌组，大家都可以推荐留言给我哦。OK， 那今天的三妹的刷分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今天阿奇影片，不要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别忘记订阅 YouTube 频道，每天晚上6点不定发布片。
各位庆分，那我们就明天见，拜拜。